可以让自己的心跳停。黄金平不是习近平的黄金平，他可以让我现在要停了。哎，没有脉搏了，心跳停了，这可以控制到这样子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你可以这个样子的时候，那个身体跟心理就合起来。啊，我们要练的就是这个东西，不是说练心脏停的 啊，是练这个心平气和，顺通平衡。所以不用死力，不用个别的力，是一个先决条件。个别力一用，顺通就没有了，看不懂啊？所以你在走八股掌的时候，任何一个式子由顶到尾必须是顺通的，这个是要去追，这是要去追求的。我一个单步朝上起来，从我的手指一瞬间到我的腿到我的脚趾，这一条都必须是顺通的，要做到这个。任何一个地方一用力，顺通没有了，就错了。看不懂，所以每一个式子都是一条顺通的路，都要做到顺。看不懂，自己去这样子检验。啊，有没有？一这样子没有了，顺通没有了。看不懂，啊？啊，不要用那么多力。啊，你女孩子外表看起来没有很凶，其实里面挺硬。啊，好，有问题吗？